Head and shoulders, knees and toes, knees and toes, knees and toes, head and shoulders, knees and toes. 一向腼腆的刘恺威竟然说唱就唱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的荧屏冰块脸变成了如今的温暖小太阳？这最大的功臣恐怕不是咱们的自黑女王大幂幂，而是他们的宝贝女儿小糯米。可能的确是因为自己也有小孩的关系嘛，可能跟小朋友相处可能会稍微跟就是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演或者是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哦，可能爸爸应该是某一个样子啊，可能会比较严肃一点，或者是比较讲话会比较大人一点。但是其实我现在跟我自己女儿讲话也会有些时候特别幼稚，就是希望除了就跟他玩的时候会尽量接近他那个